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已知哈一个平行四边形的两个边哈，一个是这条直线，另外一个的话呢是这条直线呐、啊，而且哈还通过呢有一个顶点是多少呢？有一个顶点是31啊。那么他问另外两条直线为何？哦，另外两条直线呢就是这样一条啊，跟它平行，那另外一条的话哈。跟它平行，啊通都通过这一点，那这一条我就可以定它呢是等于多少哈？一个是减四 y， 哦这是等于零哈，减四 y， 啊等于 k 啦，那因为通过这一点嘛，所以我就把它带进来，带进来的话就是三，啊减掉四乘以一，啊就等于 k， 所以 k 等于多少呢？三减四的话呢？是负一嘛，所以这一条是 x 哈减四 y 加一等于，哦，这是其中一条哈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这一条，这一条跟它平行嘛，所以你这一条可以设成是2 x 加3 y 等于 k， 那因为通过这一点，你就把它带进来，我就二乘以三加三乘以一，它等于 k 啊。这加起来多少呢？加起来是六，哦，六加三是九，所以呢，这一条是2x 哈，加3y减九等于零。